詹蒙大荒落。一年，太宗明皇帝上之上太始元年乙巳，公元465年春正月，乙未朔，废帝改元永光，大赦。丙申，未大赦。二月，丁丑，为主如楼凡宫。自孝建以来，民间到铸烂钱，商货不行，庚寅更铸二铢钱，形势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磨孝之，而更薄小，无轮郭，不磨绿，谓之累字。三月，乙巳，为主还平城。夏，五月，癸卯，为高宗卒。初，为世祖经营四方，国颇虚耗，众矣，内难，朝野楚楚。高宗嗣之，与时消息，竟以振之，怀及中外，民心复安。甲辰，太子弘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日皇太后。显祖十年十二，世中，车骑大将军以浑专权，矫诏杀尚书杨宝年，平阳公贾爱人，南阳公张天度于晋中。世中，司徒平原王陆立志及于代郡温泉，以浑使司卫监牧多侯召之。多侯卫立曰：“浑有无君之心，今公车宴驾，王德望素重，奸臣所忌，以少烟流以观之，朝廷安静。”然后入，未晚也。立曰：“安有闻君父之丧，虑患而不复者乎？”即持赴平城，以浑所为多不法，立数争之，勿身。浑又杀立即木多侯，多侯受之地也。即有为以浑为太尉、录尚书事，东安王刘尼为司徒，尚书左仆射代人和其奴为司空，殿中尚书顺阳公欲谋诛以浑，浑杀之。人子为以淮南王他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凉州。六月，未开九进。壬午，加柳园景南豫州刺史，加盐师伯丹阳尹。秋，七月，癸巳，未以太尉以浑为丞相，位居诸王上，事无大小，皆决。于浑，废帝幼儿卷报，即即位，使由南太后、大臣及代法兴等，未敢自恣。太后既卒，帝年渐长，欲有所为，法兴者亦止之。魏帝曰：“官所为如此，欲作荥阳邪？”帝稍不能平，所幸燕人华苑耳，赐予无算。法兴常加裁减，苑耳恨之。帝使苑耳于外茶厅丰饶，苑耳言于帝曰：“道路皆言宫中有二天子，法兴为真天子，官为燕天子，且官居深宫，与人物不接。法兴与太宰、言、柳共为一体，往来门客横有数百，内外侍数莫不畏服。法兴是孝，无左右，久在宫闱，今与他人坐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副官有。”帝遂发诏免法兴，遣还田里，仍袭远郡。八月，辛酉，赐法兴死，解朝上之舍人。员外散骑侍郎东海西显度，亦有宠于世祖，常点作揖，客都苛虐，垂扑惨毒，人皆苦之。帝常戏曰：“显度为百姓患，彼当除之。”左右因唱诺，即宣旨杀之。尚书右仆射领卫卫青、丹阳尹言师伯居权日久，海内浮凑，骄奢淫恣，为衣冠所及。帝欲亲朝政。庚午，以师伯为尚书左仆射，解清尹，以吏部尚书王玉为右仆射，分其权任。师伯始惧。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族丙烯，莫敢妄向过从。世祖卒，
太宰义公等皆相贺曰：今日使免横死矣。甫过山陵，义公与柳元景、严师伯等声乐酣饮，不舍昼夜，地内不能平。既杀代法兴，诸大臣无不震慑，各不自安。于是元景、师伯密谋废帝，立义公，日夜聚谋，而迟疑不能决。元景以其谋告沈庆之，庆之与义公素不厚，又师伯常专断朝事，不与庆之参怀。未令使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遇正事？庆之恨之，乃发其事，癸酉，弟自率与林兵讨义公，杀之，并其四子，断绝义公之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密子之，谓之鬼目纵。别遣使者称赵赵柳元景，以兵随之，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之获至，入辞其母，整朝服乘车应召，帝车骑司马书人荣服，率左右壮士欲拒命。元景苦尽之，既出相，军事大治。元景下车受禄，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或言率伯于道，杀之，并其六子。又杀廷尉刘德苑，改元景和文武禁卫二等，遣使诸襄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垂业如奴隶矣。初，帝在东宫，多果失，世祖欲废之而立新安王子鸾。世中元继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得之。祭诸群公，欲引进祭，任以朝政，迁为吏部尚书，与尚书左丞徐元皆以朱义公等功。赐爵献子，徐元便辟善事人，颇设书传，自元家出，入侍左右，欲参顾问，既常于赴会，又是以典文，故为太祖所任御。大明之事，伟绩尤重，时殿省旧人多见诸竹，惟元巧于江营，始终无武，废帝待之义后，群臣莫及。帝每出，常与沈庆之及山阴公主同辇，元亦欲焉。山阴公主，弟子也，是驸马都尉何吉，吉衍之子也。公主尤淫字，常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为驸马一人，事态不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进爵会稽郡长公主，置同郡王、吏部郎楚渊貌美。公主就帝请以自事，帝许之。渊是公主十日，被剑逼迫，以死自事，乃得免。渊战之之子也。帝令太庙别画祖考之像，帝入庙，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禽庶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恶，但末年不免耳啄去头。指世祖像曰：渠大扎鼻，如何不扎？立诏化公令扎之，以建安王修仁为雍州刺史，湘东王玉为南豫州刺史，皆留不遣。贾诩以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子上领尚书令，以亥，以使新公沈庆之为侍中。太尉庆之故辞，征清继二州刺史王权谟为领军将军，未葬文成。皇帝于金陵，庙号高宗。九月，癸巳，帝如胡熟、戊戌，还健康。新安王子鸾有宠于世祖，帝及之。辛丑，遣使次子鸾死，又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发因贵妃墓，又欲掘井宁陵。太史以为不利于帝，乃止。初，
金子光禄大夫卸妆为殷贵妃累曰：“赞鬼窑门，必以妆比贵妃于勾弋夫人，欲杀之。”或说帝曰：“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为困。庄生长富贵，今系之上方，使之天下苦惧，然后杀之，未晚也。”帝从之。徐州刺史益阳王昶，素为士族所恶，民间每讹言昶当反，是岁讹言尤甚。废帝常谓左右曰：“我即大魏以来，遂未尝戒言，使人异议。常使典签取法生奉表益健康，求入朝。”帝谓法生曰：“益阳与太宰谋反，我正欲讨之，今之求还，甚善。”又屡诘问法生：“益阳谋反，何故不起？”法生惧，逃还彭城。帝因此用兵，即有下诏讨昶，内外戒严。帝自将兵渡江，命沈庆之统诸军前驱。法生至彭城，昶即聚兵反，以袭统内诸郡，皆不受命。斩昶使，将左文武悉怀一心。昶之事不成，弃母妻携爱妾，夜与数十骑开北门奔魏。昶颇涉学，能署文，魏人重之，史上公主，拜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赐爵丹阳王，吏部尚书袁济，使为帝所宠任。俄而失职，待遇顿衰，时有司纠奏其罪，白衣领职，既惧，鬼辞求出。贾银以济为都雍、梁等四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济就蔡兴宗谓之曰：“襄阳兴恶，何可往？”济曰：“白刃交钱，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愿生出虎口耳。且天道辽远，何必接宴？”是时，临海王子胥为都督京、襄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剌史。朝廷以兴宗为子胥长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兴宗辞不行。既说兴宗曰：“朝廷行事，人所共谏，在内大臣朝不保夕，就今出居陕西，为八州行事，既在襄、免，必胜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陆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力还文之功，岂比受制凶狂？临不测之祸乎？今的奸不去，后复求出，岂可得邪？”兴宗曰：“吾素门平尽，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公省内外，人不自保，会因有变。若内难得米，外信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祸，各行其志，不亦善乎？”既于是狼狈上路，由绿箭追，行至浔阳。喜曰：“今时免矣。”邓婉为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浔阳内史、行江州事。既与之款侠过长，每清闲，必近日穷夜。既与婉人递本书，见者知其有意志矣。荀父以兴宗为吏部尚书。戊午，解言。帝因自白下即将至瓜埠，沈庆之父起听民思助钱，由是钱货乱败，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额眼钱，列于此者，谓之言还钱，贯之以履，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居，斗米一万，商货不行。冬十月丙寅，帝还健康。帝就东阳太守王藻上世祖女林川长公主，公主妒，赠藻于帝。己卯，藻下欲死，会稽太守孔灵符所置有政绩，以午饭近臣，近臣赠之。帝遣使鞭杀灵符，
并诛其二子。明朔将军何迈与之子也。上帝孤新蔡长公主，帝纳公主于后宫，谓之谢贵嫔，诈言公主薨，杀公婢，送迈等殡葬，行丧礼，庚辰，拜贵嫔为夫人，加鸾鹿龙旗，出井入壁，迈素豪侠，多扬死士，谋因地出游，废之。历晋安王子勋，是谢。十一月，壬辰，帝自将兵诛迈。初，沈庆之既发言，柳之谋，遂自逆于帝，数进言归谏，帝进不悦，庆之俱祸，杜门不接宾客。长遣左右范宪至吏部尚书蔡兴宗所，兴宗使献谓庆之曰：“公闭门绝客，以必悠悠请托者耳。如兴宗，非有求于公者也，何为见惧？”庆之使献邀兴宗，兴宗往见庆之，因说之曰：“主上笔者所行，人伦道尽，率德改行，无可复望。今所忌惮，唯在于公，百姓庸庸，所沾赖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举朝惶惶，人怀微不指挥之日，谁不响应？如犹豫不断，欲做官成败，岂推旦暮及祸？四海众则将有所归，仆蒙眷意长，故敢进言。愿公详思其计。”庆之曰：“仆诚知今日忧危，不复自保，但尽忠奉国，始终已知，当委任天命耳。家老退司门，兵力顿却，虽欲为之，是亦无成。”兴宗曰：“当今怀谋私愤者，非欲邀公赏富贵，正求托朝夕之死耳。殿中将帅唯听外间消息，若一人唱首，则扶阳可定，况公统容累朝，旧日不取，不在公省，受恩者多，沈修之被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从？且公门徒义父并三五勇士，殿中将军陆攸之，公之乡人，今入东讨贼，大有铠仗，在清溪未发，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陆攸之率以前驱，仆在尚书中，自当率百僚按前代故事，更简贤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诸所施为，民间传言公惜欲之，公今不决，当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复从之祸。闻车驾履幸跪地，酣醉烟流，又闻屏左右独入阁内，死万事一时，不可失也。”庆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仆所能行，是至故当报中以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庆之弟子也，将之镇率部驱出屯白下，一说庆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祸乱不久，而一门受其宠任，万物皆为与之同心，且若人爱憎无常，猜忍特甚，不测之祸，进退难免。今因此重力，仆之意于反掌，机会难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于流涕，庆之终不从。”文秀随行，及帝诛何迈，梁庆之必当入见，先必清溪诸桥以绝之。庆之闻之，国往不得进而还，帝乃使庆之从父兄子侄阁将军攸之赐庆之药，庆之不肯饮，攸之已被掩杀之。时年八十，庆之子嗣中文书欲亡，恐如太宰一公被之解，为其弟中书郎文纪曰：“我能死，尔能报。”遂引庆之之药而死。弟秘书郎昭明亦自惊死。文纪挥刀持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
帝诈延庆之病薨。赠世忠太尉，谥曰忠武公。葬礼甚厚，领军将军王玄谟数流涕见帝以行杀过差。帝大怒，玄谟速降，有威名。道路额言玄谟以见诸。蔡兴宗常为东阳太守。玄谟典迁包法荣家在东阳。玄谟使法荣至兴宗所。兴宗谓法荣曰：“领军殊当忧惧。”法荣曰：“领军彼日待不复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己在门，不保额亲。”兴宗曰：“领军忧惧，当为方略，纳得坐待获至。”因使法荣劝玄谟举事。玄谟使法荣谢曰：“此意未易可行，其当不谢君言。”双引号。又为将军刘道隆，为帝所宠任，专点进兵。兴宗常与之俱从帝夜出。道隆过兴宗车后，兴宗曰：“刘君，彼日思意险些。”道隆解其意，掐兴宗手曰：“蔡公勿多言。”人吟：“立皇后陆氏，太皇太后帝道庆之女也。帝未继诸父，恐其在外为患，皆惧之健康，居于殿内，欧垂灵液，无妇人礼。湘东王玉、建安王修仁、山阳王修佑，皆肥壮，帝为烛龙，甚而称之，以欲尤肥，谓之诸王。谓修仁为杀王，修佑为贼王，以三王年。常尤恶之，常禄以自随，不离左右。东海王一姓繁烈，谓之驴王。贵阳王修范、巴陵王修若年尚少，故病得从容，常以牧曹盛饭，并杂食绞之，掘地为坑，使以泥水裸浴内坑中，使以口就曹食之，用为欢笑。前后欲杀三王以食数，修人多智数，每以谈笑宁于说之，故得推迁。少府刘蒙妾运林月，帝迎入后宫，赐其生男，欲立为太子，欲长五指，帝裸之，覆其手足，冠之以杖，使人提赴太官，曰：“今日屠诸。”修人笑曰：“诸未因死。”帝问其故，修人曰：“待皇太子生，杀猪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复廷尉一宿。”是之。丁未，蒙妾生子，名曰皇子，为之大赦，赐为父后者爵一级。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数皆第三，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亦第三，故恶之。因何脉之谋，使左右朱景云送药赐子勋死。景云至盆口，停不进，子勋点牵泄道脉，主帅潘新之、侍书楚灵嗣闻之，使以告长史邓婉，泣涕请祭。婉曰：“身难吐寒士，蒙先帝殊恩，以爱子见托，岂得西门户百口，妻当以死报效。”又主婚报，社稷微贷，虽曰天子，是由独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精义，与群公卿事，废婚立民耳。勿身晚称子勋教，令所部戒严。子勋荣服出听事，及辽左，使潘新之口宣旨谕之。四座卫队、陆氏参军陶亮首请孝死前驱，众皆奉旨，乃以亮为资义参军，领中兵。总统军事公曹张沈为资义参军，统座周建、南阳太守沈怀宝、岷山太守薛长宝、彭泽令陈绍宗等并为将帅。初，帝使荆州陆送前军长史、荆州行事张悦至盆口，婉称子勋命，是其桎梏，引以所乘车，以为司马。悦，畅之地也。
晚，越二人共掌内外众事。遣将军于伯奇率500人断大雷，尽绝商旅及公司使命。遣使上诸郡民丁，收敛器械，旬日之内，得甲士5000人，出顿大雷，于两岸筑垒。又以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孙冲之为资义参军，领中兵，与陶亮并统前军，以袭远近。戊午，帝召朱飞，主列于前，强左右使辱之。南平王朔飞将士不从，帝怒，杀飞三子南平王敬游、庐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渊，边疆飞100。先是民间讹言相中出天子，帝江南巡经，相二州以验之。明旦，欲先诛相东王玉，然后发。初，帝既杀诸公，恐群下谋己，以直阁将军宗岳、韩金、彭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为爪牙，赏赐美人、金帛，充任其家。赵等久在殿省，众所未服，皆为帝尽力，帝视之，一无所顾，但自为不道。中外骚然，左右宿卫之事皆有意志，而魏越等不敢发。十三王九忧，不知所为。向东王玉主一会稽阮殿夫，内监吴兴王道隆，学官令林怀李道儿与直阁将军柳光世及帝左右郎协淳于文祖等阴谋事帝。帝以立后顾，假诸王阉人，欲左右前兰生意在中，欲密使后帝动旨。先是，帝由华林园竹林堂，使工人裸香烛，一人不从命，斩之。夜梦在竹林堂，有女子骂曰：“帝被虐不道，明年不及蜀矣。”帝于宫中求得一人似所梦者斩之。又梦所杀者骂曰：“我已诉上帝矣。”于是诬其言竹林堂有鬼。是日不时，帝出华林园，建安王修仁、山阳王修佑、会稽公主并从，湘东王玉独在秘书省，不被召，亦忧惧。帝素恶主一吴兴受祭之，见者切齿。阮殿夫以其谋告祭之及外间典事东阳朱佑，细凯主南彭城将产之。细凯将晋陵王敬泽、中书舍人戴明宝、祭之等闻之，皆响应。又欲约勒内外，使钱兰生密报修仁、修佑，时帝欲南巡。复心宗岳等并听出外装束，为对主凡僧整房华林阁。柳光世与僧整相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谋十余人。阮殿夫律力少不计，更欲昭和，受祭之曰：“谋广获谢，不凡多人。”其西帝西平侍卫与群巫及才女数百人设鬼于竹林堂，侍婢将奏乐，受祭之抽刀潜入，将产之刺之。淳于文祖等皆随其后。修仁闻行声甚急，谓修佑曰：“是作矣。”相随奔景阳山，帝山祭之至，引弓射之，不中，才女皆蹦走。帝一走，大呼祭祭者三。祭之追而视之，宣令宿卫曰：“向东王受太皇太后令，除征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为。”修仁就秘书省见向东王，即称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见诸大臣。于时事起仓促，王师旅显至西堂，由住乌帽，坐定。修仁呼主亦以白帽戴之，令备羽仪，虽未即位，凡事悉称令书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恕废帝罪恶，命湘东王纂成皇籍，即时
宗岳等使入，向东王府接甚后，废帝母弟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子上、完备有兄封，几位，向东王以太皇太后令，四子上即会稽公主死，建安王修仁等使得出居外舍，是谢庄之囚。废帝由横师太医葛口、蔡兴宗为尚书右仆射王玉曰：“此虽兄辈，要是天下之主，以使丧礼粗俗，若直如此，四海必将成人，乃葬之莫陵县南。”初，向东王母沈婕于藻族，陆太后养之，王氏太后甚谨，太后爱王一睹。王既是废帝，欲为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修之为黄门侍郎，冒之为中书侍郎，论功行赏，受祭之等十四人皆封县侯。县子十二月，庚申朔，以东海王一为中书监、太尉、晋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修仁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以山阳王修佑为荆州刺史，贵阳王修范为南徐州刺史。乙丑，喜安陆王子随为江夏王。丙寅，向东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废帝时昏至谬封，并皆堪萧。庚午，以右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道隆逆于废帝，常无礼于建安太妃，致仕。建安王修仁求解职，明帝乃赐道隆死。宗岳、谭金、彭太医等虽为上所辅阶，内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从容谓曰：“卿等遭离报朝，勤劳日久，应得自养之地，兵马大郡，随卿等所责。”岳等素以自疑，闻之，皆相顾失色，阴谋作乱，以告沈攸之。攸之以闻，上收岳等，下狱。死，攸之复入职阁。辛未，喜临贺王子产为南平王，晋西王子瑜为庐陵王。壬申，以尚书右仆射王景文为尚书仆射。景文，即玉也，必上名，以自行。乙亥，追尊沈太妃曰宣太后，陵曰崇宁。初，豫州刺史山阳王修佑入朝，以长史、南梁郡太守陈俊因演行抚州事，即修佑徙荆州，即以演为都御。司二州诸军事，豫州刺史，有司奏陆太后宜及前号，宜居外宫，上不许。戊寅，尊陆太后为崇献皇太后，居崇献宫，供奉礼仪。不意旧日，立妃王氏为皇后，后景文之妹也，霸二诸前，进额眼，延环前，于皆通用。江州左立德上所下令书，皆喜，共造邓婉曰：“暴乱既除，殿下又开皇阁，实为公司大庆。”婉以晋安王子勋次第居三，又以浔阳起事与世祖同服，为事必有成。取令书头的曰：“殿下当开端门，皇阁是无图事耳。”众皆骇愕。婉更与陶亮等善置弃甲，征兵四方，原以济至襄阳，即与资义参军刘胡善修兵械，简及士卒，诈称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持袭，奉表劝子勋及大卫。辛巳，更以山阳王修佑为江州刺史，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须及刘本任。先是，废帝以少林王子元为襄州刺史，中兵参军沈仲玉为道路行事，至阙头，闻浔阳兵起，不敢进，婉遣数百人截迎之，
令子勋建牙于桑尾，传习健康，称孤至尊前典，处优至名，又未上教害名貌，篡窃天宝，丹我招募，寡我兄弟，渺孤同气，犹有十三圣灵合孤，而当法想。引州刺史安陆王子缓乘子勋出席，欲攻废帝，闻废帝已允，即解甲下标，继而闻将拥游治兵，引府行事苟变之大惧，即遣资义领中兵参军正景全率军持下，并送军粮。荆州行事恐到存奉刺史临海王子虚，会稽将左奉太守浔阳王子房皆举兵以应子勋，上一章。